我想，弹错了。哪有，弹得很好。就像我那个朋友推荐的一样，你的琴声很治愈。谢谢。我能做吗？ 我叫余生，这家酒吧的老板。幸会。我叫崔善。我知道你，我看过你的演出。看过我的演出？啊。 真巧，尝尝。总会来这家店的客人，我都会送杯酒，甜的。 喜欢就好。你跳舞的人都很辛苦吧？现实生活更苦。
跳舞不哭，只有在跳舞的时候，我才可以什么都不用想。现实世界有那么不堪吗？也许有的人，上天不太爱给他发糖。抱歉，我说的太多了。没有，谢谢你的酒，很好喝。那我今天先走了。像我一个老朋友，是吗？和你聊天很舒服。喜欢听我弹琴，随时来。好，再见。